朋友人，朋友人，来左边，好，来正前方上面来，正前方，我觉得很好。东东刚刚跟我说，一直做专辑，他也叫东东啊，你是摄影界东东是不是？摄影界东哥啊，东哥啊，啊，东哥啊，德高望重，德高望重，好 ，OK 吗？哦，胖哦，胖哦，哎呦，我来尝尝看，只有你可以接。 那个后面你自己主持一下，我先试一下，哎，好吃哎，好吃，鱼肉很嫩，而且那个汤头我觉得刚刚好，你刚刚神来一撒，一点点盐巴，真的很有风味。下一会儿我们还可以跟大家煮鸡汤，对。OK， 所以呢，煮鸡汤才是我的强项。哦，原来阿东师擅长的料理是鸡汤来着的。乌鸡、黄鸡，OK， 各种鸡，乌骨鸡、烧酒鸡、料理鸡、瓮鸡，哎，马上被宣传吐槽是不是？ OK， 但是呢，这个青木瓜鲜鱼汤等一下我们就打包，让这个东东可以带去跟老婆跟家人做分享，好不好？所以呢，把它放到旁边去，继续给它仔下去。好，那呢，这个今天呢，除了这个麻烦的这样东东来跟大家呢变成阿东师来煮的这个青木瓜鲜鱼汤，给这个太太的哺母产后的这个身体之外呢，还要提到啦，很多人都说这个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是要特别呢，请这个工作人员送上这个非常大的一个许愿签，因为七夕就在这个星期六，所以就像麻烦这个东东爸爸呢，在这个桌子上面写下对女儿的祝福，然后呢，我们这个现场有一个哇非常高的这个许愿树，要麻烦这个呢东东把你写完的给女儿的一些祝福，然后呢就挂在我们这个竹子树上面，希望。 第一个条件还是平安健康嘛。再定一下就好。